那个女人能迷住你，保不齐她现在在外面又迷住了什么男人了。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见了什么人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呢？我变得奇怪？谁变了还不一定呢。我跟你说一好消息啊，婉婷的画已经让人给买走了。太好了，那我帮你去送画，你在店里等我。这样啊，这天又订画干嘛？真是。林先生说这幅画是他送给妻子的结婚周年礼物，林先生真的很用心。